杜承恩，我家野狼行李。 你甲承恩交往真久啊？七年外都要八年啊，时间真正过到足紧的。那呢，伊敢有乖？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就是，伊敢有安分守己。哦。你真行啊！那是你，你哪会徛伫遮？ 我哪会伫咧病院啊？你敢不过会记咧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会记咧，我准备要开车，我下骨胸胸发作，我找袂着药啊，刷落来我就袂记啊。因为我发现你休克啊，所以我得赶紧替你做 CPR， 叫救护车。你即马已经无代志啊。 那呢，是安怎我的胸腔会这么痛？因为我替你做 CPR 的时阵，无说你家己的鼻仔骨用受伤啊。所以是你害我受伤的。好，你讲，精神损失费你要我做？我爱你。 是的，我想需要你时阵出现，不过我所未记，我想到礼物就是保护你。你想要保护的人是我。你敢想袂到是？感谢你今麦总算有营救啊，我会当家己行。哎。啊 我知影，你知影着我，我是今日感受袂着，有你伫，我才会安心，有你伫的所在，才是我的家。 是讲，伫我上需要温暖、我靠的时阵，你会出现，也让我有一种温暖的感觉。娘，你真正林俊嘴啊，连我的名你拢讲袂清楚。 你若知影今日是我生日，因为我早就甲你当作是我的朋友啊，但都是你，你一定知影我的生日。歹势，后盖我替你庆祝生日礼物。等到我的生日树木，不如你家己的生日愿望分一个给我，祝我告白成功。当然，欢迎诚心替你许愿吧。你会当开始啊？ 还好啊，妹。我还好。
奶奶的娃娃哦。杜晨安，我嫁野郎是你，你敢愿意接受我的感情？你先卖吃，你先回答我。你有七什么我真感动，也真珍惜。啊，不过我袂当接受啊。是安怎袂当接受？好啦，你还是先接电话。你也当先莫回答我。你考虑几天，我提高你的改变，你的主意。阮顶回有讲到，这名女郎利用缆车渡过警方，你会记得无？杜晨，我甲野人是你，你敢愿意接受我的感情？会记得。针对这件代志，我会讲出我的看法，啊，不过你袂接受，我讲。过几天咱才到讲，啊！不过即马，我想要听看卖你的答案。长安，啊！你不是一向拢对案件的代志真有家己的主见，是吼？小平问到人去吼？是啦，小平伊的看法是有较复杂，就是三两句话就咱解释得清楚。林刚，林刚来我办公室，咱慢慢讨论。啊！不过伊的答案关系到我的自尊，嘛影响到我有一步要安怎行，所以我希望你即摆会当回答我。啊！无恁豆豆讲啦，我先来去洗手间。跟我讲，你心内有我无我，敢有遮尔啊困难？小平，我是无希望影响到咱的交情，咱会当变成做知己、做朋友、做伙查案，安尼咪是真好。你讲得真清楚啊，小平，小平，咱无爱接受我的感情，你搁甲我查落来是要创啥？我是来甲你分析的，咱两人实在了伤晚。虽然咱真有话讲，啊，不过嘛有真侪话讲袂出嘴，你当体谅对吧？你的意思是，你对我嘛真有好感？我袂去回答你这個问题，我是有未婚妻的人啊，我只是希望咱两个人关系永远拢袂变，会当做伙做知己、做朋友、做伙查案。你甲陈安交往真久啊？七年外都要八年啊！时间真了过了足紧的，那呢，伊敢有乖？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就是，伊敢有安分守己？哦，陈恩，伊不是乌白来的人啦，而且伊也尼无闲，伊的时间拢开伫工课上啊。就算伊想要乌白来，嘛无时间啊。你这样子信任伊？当然啦。当然嘛，就相信你。